怎么回事儿？能说说吗？我们希望能够调解的就尽量调解，最好呢不要走这一步，能不离就不要离，大家都慎重一点。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回去，过一个月之后，如果你们俩还想离婚的话，再过来办不迟。你们看呢？不用了，你现在就办了吧。您的意思呢？我先办了。两个人刚才还是一家人呢，现在就已经分开了，这也不过就五分钟。我们过来领结婚证的那一天，我还记得在这个广场上有一个展销会，广场上很多人，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的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。湘然，你还欠我一个婚礼，你说过的100桌。对，我欠你的。行了，咱们俩谁也不欠谁的。仔细想想，跟你在一起是很快乐的。不管我们最后结果是什么，但你也实现了你的诺言，也算是修成了正果。你脾气不好，这也难怪，公司那么大，千头万绪的事儿，我知道你苦，我应该更体谅你。别说了，不说了。着急走吗？住一阵再走。走吧，早点回去，省得折磨。这些就会想起你。
我去拿我自己的。也留给我。这张是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咱们在蓝园拍的。云，你别这样。这张是我们在红树林拍的。这是94年我们一起回我的家，在我们家门口拍的。这是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我妈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世纪公园上。还有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和老周在公司门口。一次都没有用过，浪费了。要走了，最后跳一支舞吧。跳得不好。我教你。如果我不回去找你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会。
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的就甩开我。咱俩一起回旅顺吧。回旅顺干嘛？我可以让我的家人给你找份工作，大不了送送礼求下人，总是可以解决的。不需要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花你的钱。我们之间干嘛要分你和我呀？这是我跟你在一起我才不能接受，明白吗？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